大家好，我是万里。外国媳妇嫁到中国可以购买中国的医疗保险吗？大家都知道啊，小雅嫁到中国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，虽然说还没有申请到中国的绿卡，但是也是可以购买中国的医疗保险的。今年已经是小雅第4年购买中国的医保了，今天刚刚跟大家交了2025年的缴费。可能很多朋友也跟万里一样，娶了一个外国媳妇，但是还没有购买中国的医疗保险，那就可以办起来了啊！毕竟长期在中国生活，买了这个医保以后吧，也是多了一份保障。小雅，回来了啊？在吃啥？好酸。炒泡面。要不要？我不要不要。今年的医保刚刚我交了。交好了。对。哇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年又是一年。今年是第几年了？今年第4年，400块钱。400块。嗯，真的太好了。在中国虽然还没拿到中国的五星卡，但是医保呢是可以买的，也是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。对。如果以后我拿到中国五星卡，不是更多的福利正在等我吗？对呀、啊。拿到五星卡以后，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了，咱们中国人能享受的福利，你们都能享受了。相当于我就像中国人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等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试着申请一下吧。嗯。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吃好了，收拾一下，今天咱们回趟县里面。嗯，行。我再吃点玉米汁，好好保养一下。你不是说你想要二胎吗？等一下我啊。我把你释放了，我一份玉米就走了。喝吧。我还要晒衣服。嗯。这一包哈，我回老挝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家亲戚说过，我跟他们说，在中国就是好，有医保呢，以后去看病，国家都要给付钱的。他们说哪有这么好的，一点都不敢相信，因为我们老挝那边没有，他们都羡慕了。我跟他们说，嫁到中国就是好。老挝以后医保这些应该也会慢慢完善的，以后应该都会有，慢慢都会变好的。我也希望会这样。到时候你可以享受两个国家的医保了，老挝的也可以享受，中国的也可以享受。对，很好呀。再过段时间，家里面的果子就成熟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往年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给大家打包发货，今年的话就租了一个场地，就是这个大路边，到时候也挺方便的。现在正在装修了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们这家那个场地不太方便。哎，可以啊，你这个。小雅都是第一次来。你的新办公室还是蛮宽的，可以。宽算不算宽？但是够我们用。嗯，可以的。外面还有那么大一个空地都可以用。够用够用，我们要从小慢慢长到大，慢慢长大。可以，到时候你的办公桌要放在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办公桌在干活的地方。啊，就是说你要放一个办公桌，然后摆一个电脑，要打单子在那里打嘛？你选的地方。你来选一下嘛，看一下电脑放哪里、啊。好，我先问一下。哎，那个角落也可以，那个地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个角落啊。下雨。雨进不来。就放这个角落就行了。这没差吧？我桌子就放这里，啊，你就要在里面拿单子。王老板，今天有多少单？可以，行。地板那里也宽哦。对。我到时候我们可以放那个。泡沫是，外面也是蛮宽的，到时候房东说外面这边我们都可以用。今天就能把这些全部搞好，明天就可以过来收房了。我去把合同准备一下。租金多少？这也行。2000。2000谁租给你啊？大马路边是吧？大不溜。哦，喂，我说实话，我担心今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效果。无所谓了，加油嘛，是吧？
每个产地也不好打包，你也不要担心说这个产地太贵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像我们对面这些打包产地都是按平方算的，算起来价格比这个还贵。我们在乡下打包车去拿运费什么算起来也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在这里还方便。好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先看一下箱子啊，看一下今年的箱子有没有新款式，价格怎么样？还是要选那种质量好的箱子啊。对，快递出去全部给摔坏了。哎，今年还出了一个新款。新款的发财猫。那比那个两个三层，好像是两层吧？这人都足够我。这个是普通箱子，其实也可以用，看成本，这个东西要比较价格比较高一点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普通箱子，看来我们也是喜欢这款，我也喜欢这款，但是成本比较高，这个。好多箱子，都正在准备。我还是喜欢这款，挺怪的。嗯，熊猫是爱人。嗯，这个也是挺好看的。哦，就清出来了。那你家也是那条猫，这说实话。嗯。但是这个质量比这个要好一点。逛了两家了，有没有喜欢的箱子吗？有喜欢的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想做自己的箱子。做自己的箱子。对，然后箱子打个我们俩的名字，就是有我们两个人的特色，这样。啊。挺好的呀，那成本。做箱子肯定贵呀，你做的少，我们量又不大，你做少了是吧？成本就高，而且你做箱子，你一次做几千个拿回来，放在家里面还要租一个场地来放箱子啊，我们那个场地。把箱子全部做来放在里面，不是把地方位置都占了吗？但是我如果怎么说啊，我们有自己的箱子，有自己的产品多好呀，是吧？就是如果有粉丝啊，就是我们自家的果子，就看到箱子就知道证明是我们的。你先做的话，肯定要投点成本，慢慢来就好了嘛。看一下，我了解一下吧。啊，这个不一定能够满足你啊。好，今天咱俩也是逛了一天。先看看对比一下，先到这里吧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家接孩子了。好，下期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